今天我们奖项蛮丰厚的哦，前三名的部分都会有奖金，第一名的部分可以得到奖金5000元，第二名的部分可以得到奖金3000元，那第三名的部分呢可以得到奖金1000元。那我们4点钟的这一场次呢是非常特别的场次，因为据说。